豪哥，是啊，已经摕到杨丽健的和解书啊。是啊，接了。阿爷的态度安怎？虽然讲是慰问金，但是哦，态度大家种的，啊，就是要大家签名。好，阿顺，把何解书传给咱的民意代表，让因去开记者会。是啊，啊，为什么要传给民意代表？只要透过民意代表跟媒体放话，讲用利剑玩意何解，就代表因心理产品有问题，会危害消费者的健康。哎、欸，这是一个好办法了。是啊，你真正足厉害呢。桂林有录音。有。真好。录音档第一时间会提出来，啊，不过爱调讲，让杨丽健知影，咱有录音。好，我了解啊。哎呀，孙啊，听我一句话啊，这只龙也好，千万唔通去惹到哦。有头脑的查某，也过啦。咱这个台别讲了，找人去杨丽健身上一块地哦，又爆料抗议。工业产品有问题，会污染环境，危害大家生活。我了解。是安怎？遐个记者会知影何解书的内容？那是家属对何解的条件无满意，大家会当参详吗？是安怎？伊会去找记者啊？子英。记者哪会甲公司的产品讲啊遐尔啊歹听？卖出所的产品拢有问题啊！我即马有代志，卡我才甲你联络。我是相信你的能力，才交代你去处理的。结果嘞，愈误愈害。陈妈妈，你是卖生气啊？请你相信我，公司的产品唔捌出过问题，遮尔啊简单的代志，互你用甲乱七八糟，我实在互你气死嘞！陈妈妈，你敢要先吃药啊？我对你实在是足失望的，公司的未来已经要毁在你的手头。我一定想办法把杨丽健叫回来。唔免，叫刘亮回来处理。好。要到这帮你看厝啊？是啦，我知影这无人欢迎我，所以我两张搬出去。我跟你做一起，我有话要到这帮同民讲清楚。啊，阿姆哥希望你莫为难这份。我相信伊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。只要是加分真心做的决定，我拢会接受。魏志云，你话讲个清楚，代志奈无安呢？透早民意代表就咧开记者会。我嘛唔知影是安怎伊会摕到和解书，想嘛知影是家属提供的。你奈大主大会走去甲因和解，人乌一个窟窿，互你跳你就跳落，你奈遮尔啊戆啊！我想讲和解书顶悬有保密条款啊。德亮，公司拄着遮尔大困难，敢讲你拢无爱当来处理？若是这摆危机袂当度过，恐惊我的身体嘛记载袂掉啊！这是恁家己乌爸母代志，敢不敢安尼？这是恁家己做得来的。我甲你讲的话，恁拢无要照咧做。我无想要阁插手用你这个代志啊！我真正无希望公司就安尼倒落呢。
我甲您讲，咱即马只有等产品的检验报告出来，只要咱的产品无问题，咱就有机会扳回咱永利健的名声。郑妈妈，到了什么时阵回来啊？从即马开始，唔通对外口乌白讲话，嘛唔通有任何动作。等检验出来才去讲。是，我一直想讲你是一个足巧的查囡仔，想袂到即摆代志你母甲安尼，实在有够戆的。无怪德良也讲你是自作聪明。这是恁爹家的代志。我拢是经过你的同意才去做，即马出代志就怪在我的头壳顶。嫂，咱的人哦，拢伫咧永利建的土地甲公司外口咧抗议啊。真好，抗议啊！我嘛要去。柠檬啊，你食饱先营养。你唔讲话，你找金乌做菜。人做较闹热啊！抗议！抗议！我抗议啦！柠檬，这唔是囡仔人咧耍办公会啊，这危险。你唔在头尾，是要甲人抗议啥？去好好学你的主场。卖去就卖去。方副长，方总，小郭。阿斌，你早起用力健，然后送柠檬去林家边。是。是啊，我跟你做伙去啊。唔免啦，这种场面我一个人就够。呀。是啊。嗯。豪哥，这牛志斌哦，甲较早差足多呢。啊，这司机哦，做甲五班阁顶尖。嗯，好。冲你啦！冲你啦！伫外口报的。等等。恁想要创啥？我会当报警，把恁拢抓起来。这个人是毋是你煽动的？阮盛豪集团有几落笔土地伫恁工厂边的，即摆阮嘛是受害者，为什么袂当抗议？明明就是你超工找人来闹的，你到底是要安怎？老处长，请你说明。嘉平，你想要从啥？你竟然敢拍我？敢啥？拍你多好尔！你子怡，别冲动！你到底是想要安怎啊？就简单，爱你给我一个交代。像你这种不良健康食品厂商，绝对袂当在阮边去工厂。你莫掠准我唔知影，这一切拢是盛豪集团咧闭鬼的。你对我讲的话，我拢有录音。你这是诽谤，我会当告你。阿公。恁上好是派人来跟阮这受害者谈话，啊无，效果家己负责。子韵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啊？因之前就威胁过德龙，即马阁武即出来，我看一定是为着要得到新庄迄块土地。好。这件代志你爱甲我好好处理，啊，若无哦，你也唔免留伫个公司啊。这个江亚平竟然敢拍我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心予咱斗阵相带，思念的你。